随着优美的旋律，莫道克的爱人仿佛踏上了铁达尼号，跟着莫道克进入了这段旅程。哇，好豪华的游轮哦！你看，这里有舞厅、酒吧、表演厅，甲板上还有露天观星台耶。我们要先去哪里玩啊？你有没有听到一首旋律特别轻快的舞曲？这首不就是巴西著名民谣 Tico Tico 吗？听说它融合了欧洲古典舞曲的旋律还有和声结构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特色，其轻快活泼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舞动身体，多年来也被许多编曲家改编为不同乐器演奏的版本。那这位美丽的小姐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跳一支舞呢？当然好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Tico Tico。让我们欢迎张登祥老师上台。